就是说，比如说因为是农业大国，我们将来会把它做成，比如说像台湾的那种民宿，或者是大陆讲的那种家乐，啊，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会找那种开发商进来啊，比如说我们就会造别墅啊，还是造度假村啊什么的。然后，然后再下一步可能就是把他们找他们，然后他们比较早死，或者是找一个财团把它卖掉了。对。下一站就到了，没有我。